周兴哲和前主播女友赵黛欣历经分手后，在2021年又开心宣布复合。从此之后，这段姐弟恋不止更加恩爱，两人也常常大方放闪。没想到终于在近日传出好消息了。据自由娱乐报道，周兴哲被爆出已经求婚成功，赵黛欣也以未婚妻的身份陪伴他出国工作，感情超级甜蜜。对此，周兴哲经纪人证实喜讯说，他们在欧洲玩的时候，周兴哲在阳台设计了一下求婚。虽然求婚成功了，但两人都还在拼事业，所以什么时候结婚还在计划当中，今年不会有计划。随后 Eric 也马上在 IG 晒出两人脸贴脸的合照，开心写下 Forever and Ever。 看到女方无名指上那颗超显眼的大钻戒和两人幸福的笑容，负责人妻徐伟宁赶快来恭喜，说自己太开心了。网友也全刷一排祝福，还有人怒骂脏话，哭哭自己失恋了。两位一定要幸福才行哦。